店里挂满各式各样表情的南瓜造型气球，这里是由三峡区农会自营的鲜农直卖所。随着万圣节即将到来，店里举办了消费集赞南瓜造型气球的活动。鲜农直卖所店长曹泽伟表示，10月28号还会有南瓜大出没的活动，期望让小朋友开心过节的同时，也能一起捐发票做公益。这次我们鲜农直卖所的万圣节活动呢，在本周如果您来店消费的话，那如果您有跟着小朋友一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在鲜农直卖所赠送了一个空白的南瓜球，让你带回家直接画画，然后做那个过欢乐的万圣节。第二个是我们在10月18号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25885南瓜大出没活动。那当日的话会举办，凡携带3张发票未兑奖的发票，投至1店员的发票捐赠的这部分，我们会集赠一颗店长亲自手工折的气瓜小南瓜气球一颗。曹泽伟还分享了当季的农产品，特别提及在地的碧螺春绿茶及蜜香红茶，除了在秋冬之际能暖暖身体外，也能让民众品尝到最在地的味道。这次的话，我们三峡区农会在这秋冬之际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三峡在地的蜜香红茶以及碧螺春绿茶，在地冬天上市。那我们碧螺春绿茶的话，在冬季的时候，在10月15号的时候刚好包装完成，那农友也采收完毕，烘焙完毕。那在冬天的时候，对于冲泡这一部分的话，会有非常暖心，而且清新淡雅的味道在其中。那蜜香红茶这部分的话，其实非常适合女性饮用，在冬天的时候来杯暖暖的蜜香红茶，那红茶中带着微微的蜜香味，是对于身体暖心以及手脚冰冷的客户非常好的一部分。曹泽伟认真的折着气球，就是为了让家长及小朋友来到店里时能够感受到万圣节的气氛，同时能让消费者买到安心又放心的农产品。将南瓜造型气球带回家后，还能与小朋友一起画画，促进亲子间的互动。记者林映彤新北采访报道。